开始。对啊，这个可能会移过来这里。好。没有，我现在是要介绍排椅子的方式，看清楚了没？你们都看清楚了没？看一下，这个是团长画的手稿哦。分成四区。叉叉的是椅子。叉叉的是椅子。哎，你看得懂呢哦。然后那个圈圈是什么？路线怎么走？什么是路线怎么走？这里是舞台。圈圈是路线。圈圈是走道。叫我们现在走一个 S 型。先不知道讲到。然后我们有那排椅子。我们有讲到那个。先讲距离嘞。距离团长说是怎么量的？距离啊，那个要找王姨来介绍。两个人宽。两个人在一起，哎，当小相亲，差不多。啊，那会不会太宽？是两个要站在一起吧？哦，大约一公尺。哎呀，两个人安尼啊，对啊。走到嘛，没看到啊。对啊，横的。恁那袂客就是恁两个的身材，张示范的是团长甲 K 哥。开始排了吗？没有，团长会先排第一排的位置，我们再跟着排。先去拿饮料喝。哦，不要，我刚刚有。不要客气，不然等一下就没了。团长现在要排第一排椅子喽，我们过去拍拍看，看他是要怎么排。原先的计划呢是分成四个区块四排啦。这条线就碰出来嘛，刚好。白色的线。对。我有带绳子来，可是我忘记带 BB。昨天那一条他没有看到缠绳什么样子的，等一下再拿给你看。七个，六个，看一下，六个碰一下差不多了。6个，1.5个还是几个？来，再拿过来。团长现在排第一排的座位，那我们等一下接着后面排就好了。哎，刚有两个真正小相信啊！哦，这快呢，这是最主要的走道啦，还可以手牵手的，你看。哎，我姑呢？哈哈哈！哎，阿香主要是这边啊。它是横的，横的走道。一个人走。无咧，人较济咧。嘿，那个前面的距离稍微算一下。